科技帮助改善生活，将技术注册专利帮到保障我的知识产权。每年香港贸发局同政府以及香港设计中心合办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加强业界交流，推动香港成为亚洲区内的交易中心。全靠你们推动知识产权交易，令我的设计有更多人应用，社会就更多人受惠。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